正阳春，正阳春的烤鸭，春饼，葱，黄瓜，酱，还有一个白糖，看着不错，挺好的嘛，这个。它的鸭皮是蘸着糖吃，这个是一份套餐，一共88，还有一份鸭汤。黄瓜、面酱还有葱。香菇、笋、黄瓜，剩下那一点是吗？这个是萝卜吗？应该。